老子不要玩了，兄弟，我三儿K，就我爬过来，爬过来，我在里边。这边有两个，我也爬过来。好嘛，这边倒了，两包，两包。二刀。啊，谢谢。 停吧，停呗呗！你左边上头不是有个大炮吗？他脸上是大炮。我操！不是，老子看半天哪里在打我啊？开个坛子。哦，后面上来了，对。哦。 打个远，打个远，啪嚓，一枪头！哎呦，叫开就好开！管你妈！我教了呀，狗蛋！猛养了一下，老子看着，他这用酒罐看着他人往后猛养了一下，酒罐看后盾你这么大吗？哎呦，搞瞬间补刀！在山上，他队友包在山上，兄弟。玩什么？ 他这波又很马，兄弟，他那波我操就一个头皮干枪头，要不死 ，OK， 又在经典了，我感觉，就跑到那个房子了，给他来个天火，谁都能扔进去啊，危险，OK。 这人是真没衣服啊，他真没衣服，不是我们看错了，是他真没穿衣服，兄弟。我操！我的 hell！ 怎么撞死的？真有人蹲车！有延迟，他们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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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！哎，哪个都说算了。一打二，房子。 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说算了就算了，狗蛋。面咱也得要。